喂，嘿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对，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？好，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叫做《双手球》，现在才知晓呢？因为你快念快一点，它就会变成十小。对，这支原本是写给十小的，但是写一写就变成不知道了。对，所以就是一个给学弟妹的歌，哈哈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对。我觉得我眼睛拿下来比较好看，所以我可能看不清楚你们。哎，对，好，但应该没关系。好，然后你们知道。你应该知道我的四个侄是谁，就是李依婷、黄元芳、魏纯瑞跟郭俊瑞。对，然后你知道我刚刚玩猜拳的时候为什么只能出剪刀吗？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全部。好，消失在洪流中，也
成熟了，后来想要回家，后来心却又要一个人出发。我想你会在某个地方，那小小旅行几何谢谢。